好漂亮啊。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，就给你做了一个，留个纪念吧。大家一会儿都调整一下情绪，这样柠檬都高兴点。报告。教导员，柠檬醒了吗？大家带了很多东西来送送他。他已经走了。走了。教导员，柠檜什么时候走的？不是说好了上午9点走吗？队长提前把他接走了。为什么要提前送走？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柠檬也真是，怎么着也得见一面呀。他就是怕见到你们大家一起来送他，他会伤心难过，该不能离开了。而且他不当面跟你们道别，在他心里他就永远是蓝电的人，希望你们大家能理解他。挺好啊，挺好。剪刀手，不对，不流行这个。不是，我买了两张票呢。两张票买少了，蓝电有16个人呢。不过这单是回来销价的。队长，我想请你和我一起看电影。他们看到你这个样子会很难受。收拾行李吧。感觉好点了吗？不想笑，不用勉强。好漂亮啊。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，就给你做了一个，留个纪念吧。谢谢。把眼泪收起来，记住，你是蓝电的兵，别动不动就抹眼泪。是。在特战大队十几年了，每一次见到离别、退伍、牺牲，心都会再疼一次。你会，我也会，但人总要学会成长，不再用眼泪表达心疼，要用理智去抚平伤痛。你原部队那儿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我带你先去看看你妈，然后再会送你回部队。谢谢队长。